今天发现一对皇家大黑雁化蛹了，来挖蛹吧。皇家大黑雁的幼虫期并不长，一般来说，公虫六到十个月，母虫五到八个月，饲养基本上就是用云之菌品为主流。这只公虫今年3月11日是二龄虫，到现在约饲养七个月了。这里可以观察到它已经化蛹了，所以现在来挖蛹吧。使用刀片割菌品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各种刀具都有可能会割伤自己哦。好啦，哇，你看，真漂亮的蛹。目测羽化后不大，但牙还算长。接着来挖母蛹，这只6月15日是三龄虫，到现在约四个月，这就是它的蛹室，来挖蛹吧。母虫看起来体型也还可以哦，先把它放回去。这是之前做好的瓦楞纸人工蛹室，现在把它们放进去吧。好了，盖上盖子，保持湿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贴上标签就完成了，接着就等它们羽化咯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观众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